大小朋友席地而坐，在桶杆上头挖个小洞，放进盐巴，拿着扇子努力扇啊扇，底下阿婆私房烤桶杆。而另一头帮稻草人穿上衣服装饰，要比看看谁最有创意。这里的桶杆很有名啊，朋友的介绍知道这个活动，所以就想说，哎，还应该很有趣，所以来参加。峨眉乡桶杆种植面积广达689公顷，举办第十五届桶杆节，一颗颗黄澄澄的桶杆每年都吸引大批民众购买。而今年雨水量少，乡内桶杆产量约13000多公吨，产值大约4亿，比以往更丰收。相当多的好朋友都到会场来品尝我们大吉大利的桶杆，也到峨眉乡来买我们大吉大利的柑橘以及采果。都在一月份会办桶杆节，所以我们都会到这里来游玩采购。独特香甜、果肉细嫩、口感多汁的桶柑，每年1到2月都是盛产季节，品质更居全台之冠。民众买桶柑不手软，一箱箱称，桶柑节现场买气人气都强强棍。